青春喜剧节目《欢笑吧青春》，我是青春的喜剧人常远，谢谢。在台上，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呢叫做自己人喜剧啊，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团队啊，夺得了我们第四赛季总冠军的头衔啊，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啊。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自己人喜剧。有请自己人喜剧，几位锋芒毕露的喜剧新兵，我们来了，掀起一场席卷舞台的青春风暴。走，我的这个团队呢全部都是90后，恭喜我们的第一名自己人喜剧，非常厉害啊，又是5连冠了。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恭喜我们第四赛季的总冠军自己人喜剧。喜剧我们是认真的，以喜剧的名义他们重返欢笑舞台，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我们一起燃起来，风暴来袭，青春再集结。看到你们的表演啊，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青春。今天呢，他们首先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关于青春的作品，来致青春。大学生活，大学生活充满魅力，充满魅力。明天起，这些回忆即将永远埋藏在心底。喂，好的，老师让我告诉你，这次考试你十科挂了9科，你留级了，留级了，留级了。那我哪科没挂呀？你等一下啊。好的，都挂了，答题卡涂串了。不应该呀。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如果当初选择蓝翔，都上班了。气人了，可不吗？你说咱还没毕业呢，小张他爸连工作都给他找好。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就是癞蛤蟆。呸！我爸给我介绍那工作还有名额。哎，不是，那名额就为我留的呀。啊、爷搁哪呢？我爸不用说，我爷搁那呢，我去看看去啊。不是，爷啊，哎、爷、啊。这种人呐、啊，这种人呐、啊，他是蛤蟆，他是蛤蟆。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哎，子琪，你去不？不去。为啥呀？我去了，谁照顾你呀？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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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他们和我相比之下，师傅演技太差。父王。哎，你说明明咱就大学就毕业了，你喜欢那姑娘都喜欢4年了，你什么时候向她表白呀、啊？大学4年，大学4年，暗恋着她，暗恋着她，从她的背影里，我能感觉到她是朵鲜花。同学，我爱你。咋的了？4年竟然都没看出来他是个男的。哥们儿，不好意思啊。你管谁叫哥们儿呢？人家是小姑娘。是你瞎，是你瞎，是你瞎，是你瞎。青春总有太多陌
擦，为过去打。点点关注不迷路，生活有我不再苦，我给大家跳个舞。准备走。跳这干啥呀？挣钱呗。我的妈，就这两下就挣钱了？那我奶在广场都发了。你懂啥呀？都听我说，都听你说，这叫直播，这叫直播，拿手机烟台一群，轻松松就能赚一台车。我开直播，你开直播，照他的做，照他的做，分钱没挣着，我反而给他刷了两万多。我挣着得了呗。下面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希望你们离开大学之后都可以自由的飞。自由的飞。让他去说，让他去说，让他去做，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海，幻想快乐的生活，也请自由的飞。在成功这条路上永远看不见终点，你该告诉他的不是人类，就在面对一切。很多人都学不会，很多人都总以为，很多人都不懂自由和爱到底多珍贵。多少人曾告诉你们继续你的梦，又有多少人曾告诉你们这样做也没用。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在困惑，不在困惑，鼓足勇气不放弃，才能迎接未来的生活。非常棒啊，是自己人喜剧这个团队啊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们的表演里啊会融进很多歌舞的成分。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他更有新意的一些舞蹈？好好好，必须的。来，阿仁奇，我们内蒙古小伙子 B-box 打得特别好啊，这姚红任歌唱得特别好，然后剩下的我们好吧，我们伴舞好不好？你俩来一段好不好？握你的双手，感受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哦，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你是否听得见。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爱的回味你给我的温柔。老师累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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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挺辛苦，咱这兄弟挺实在啊，就折腾他一人。刚才这里面是谁配的声音？也是我们的，这是、啊、也是现场配的。对对对对，给咱们这小哥一些掌声啊。今天是不是又给我们准备了新的作品？对对对对，那太好了。那朋友们，咱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自己人喜剧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关注屏幕下方的电视宝宝，摇一摇角标，同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摇一摇，选择你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看你的选择是否正确。参与答题互动，还能进入贵州卫视官方微信摇一摇平台参与欢笑吧青春节目录制活动，中还有惊喜好礼相送。认准电视宝宝，开始摇起来吧。媳妇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我有个事儿跟你说。我化验结果出来了。我化验结果也出来了。嗯，等我喊一二三，咱俩一块儿说啊。嗯，一二三，我不能走。
我不能生，我怀孕了。我不能生，你怀啥孕呢？写的不能生啊，这不这儿写的吗？你让我看，受孕几率低，那不一样吗？你看你受孕几率低，我都怀上了，这不跟中彩票一样一样的吗？给姐乐一个，我还乐意，我保证不哭，行不？啊，我问问人大夫怎么回事吧，我这心呢？哎呦，这一天心眼咬着你。好嘞，我到你医院楼下了啊。哎哎哎，行。你赶紧收拾东西下来，哎，啊啊，就这么地了啊，挂了。哎呦我天哪，不是车门，哎，你给我过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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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不是，你别动手动脚的啊！我告诉你，我弟是这家医院的保安，他要看上你这么撕巴我，他下来能挠你，你信不信？你说啥呢？你弟弟干啥跟我有啥关系？你自己过来看，你自行车把我车门子给划了。我这大二八把你小 QQ 车门刮了啊！我还寻思你要调戏我呢。嘿，美的你！哎，姐，开个玩笑，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既然今天这件事情是个意外，这事儿我管。呀，没想到你挺仗义啊！那当然了，可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定要有责任、有担当。既然这个意外已经成为事实，这事儿我绝不抵赖，我负责。好。等一下，这个事你负责呀。老公他把你先别管我叫老公，事儿没解决明白之前，我不一定是你老公呢。哥们儿，你给我过来。你刚才说的意外是什么意外？事实是什么事实？意外呢？就是我和他之间啊发生了点小摩擦，小碰撞，发生了一些本不该发生的小事故。至于事实呢，很明显，就都在那儿摆着了。大哥，你贵姓啊？免贵姓王。是不是还住我家隔壁呀、啊？啥意思啊？隔壁老王吗？不是，你别说话了。老公，你干啥呢？我干啥了？你这样这片，你让我脸往哪儿搁？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让我脸往哪儿搁？哎呀妈！大哥，咋的？来，你咋这么激动呢？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应该激动吗？该激动，该激动啊！我捋一下人物关系，你是他老公啊？对，幸会，收回去。你咋这么暴躁呢？这么大的事我不应该暴躁吗？应该应该。我问一下，我和他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你在场吗？我要在你敢吗？那你都不在场，你也没有发言权呢，这里面也没你呀。我天，好啊，没我这事你俩给我解决明白行不、来解决，来你说吧，咋整？嗯，1000块钱。1000块钱行。1000块钱就行了。那1000块钱抹平不就完了吗？1000块钱抹得平吗？不是，大哥，你是不是没听懂啊？你媳妇说要1000块钱，我说我给，钱你是给了，那抹平这个事实的后果怎么办？哎呀，那1000块钱不就为了抹平事实的后果吗？雪花飘。是人了！你老公是不是想讹死我呀？不是，我跟他说，妈，老公啊，你别跟人家讹跑了，要不一会儿那抹不平的后果不得你承担呢？就这个我承担得着吗？这个大哥，你冷静冷静，激动点。那个谁遇到这事儿心里面都不好受。这么个，我向你表示12万分的歉意，对不起，事儿对不起就行了。不是，那你还想咋整啊？这事儿我管，我负责，就大的小的我都负责。大的小的都要，一个都不给我剩啊！妈。不是大哥，你这不逼我呢吗？啊，这件事它本来就是个意外，而且这意外发生的几率还非常低。你是不是看我化验单了啊？你还得化验单呢？你埋汰谁呢你、啊？你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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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啊！哥们儿，你挺会玩啊，喝钱还咬咬，是不是、啊？不是，我今天跟你没完！不不不，咋的你？老公，你干啥呀？这是哎。停！放下来。轻拿轻放，哪儿拿来给我放哪儿去。哥，你过来来。哎呦，咋的了哥？干啥呀这是？我那自行车把车门刮了，
你咋那么小心？你刮你赔人钱呢？你扛他干啥呀？我是要赔人钱，但我感觉这哥们想讹我。呀，事事整不明白，你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啊、大哥呀！妈，这咋还哭了呢？这么大的事儿，谁能不哭啊？不是哥，这点小事不至于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至于吗？至于，至于。那姐，你看那个咱这出现问题了，咱就解决问题了。是没毛病。啊、怎么说的刚才？我说我要1000块钱，他说行。拿钱。哎哎哎，这个事儿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呢？姐，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就是碰上咱哥俩了。你换个人，人家不管你，你都没地说理去。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关键这事儿他真是我干的。你看，他都承认了。那要不那咋说是我哥呢？对不对？我天！不是，姐，咱这么，咱一人退一步，哥，你再给姐多拿500，1500，1500。姐这么的，我再给你找个好地儿，我哥们开的正规场所，能开发票。你能开发票，我都没地儿报。这家不依不饶的我。哎，老公，也不能全赖人家，也怪我自己，我自己没看住。就这事儿你怎么能没看住呢？不是，这事儿赖我，赖我。你们到底是咋的？太欺负人了！你想咋的？咋的？你哥俩心挺齐呀、啊，都会摇一摇，是不是？不是不是，姐姐，你听我说，这事儿他不赖我生气、嗯，主要你老公他太磨叽了。是。你看像上回咱家我哥也碰上这事儿、嗯，那家自己整明白的，钱人家都没要。那你要这么说，姐们儿，我也是敞亮人，这事儿拉倒。拉倒！我去，以后你就是我亲姐，你就是我亲弟弟，你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弟，你就是我亲嫂子，你就是我亲弟弟，咱仨以后就按一家人处来了、哎，一家人好。哎呀，哎呦，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说啥呢？不明白，太复杂。你大心太大了，大哥，我真的说你两句。作为一个男人，遇到点事儿，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你是有个男人样吗？人生在世就俩字儿，开心。对。我开心不起来。哎呀。我的人生啊，我的三观呐、啊，我滚出你们的世界吧！哎呦我天儿啊！咋的呀这？真是对不起啊，这太丢人了。我老公平时他不这样、啊，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我俩去医院检查，完了他从医院一出来吧，他，哎呦我的天儿啊，咱仨唠的不是一个事儿吧？啥事儿啊？他检查出来说他受孕几率低，我检查出来说我怀孕了。然后这是你说你负责，你他不能以为我肚子里孩子是我和你。呸，美的你，还美啥美呀、啊？我的天哪，赶紧追去吧，说明白，赶紧去吧。哎、大哥呀，等会儿我。不是姐，这么的，这个事儿吧，他要没有人负责，我负责，好不好？呸，美的你。老公，你听我说完，不是那么回事。老公，老公，不是我车我负责，你这怎么合计啥呢？你这样，节目播出过程中，同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摇一摇就能进入贵州卫视摇一摇后台观看幕后花絮，还能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一起给喜剧团队点赞。看看今天多少人赞了《欢笑吧青春》，看到电视宝宝跟着一起摇起来。这哪呀？这是。啊！哥，你干啥呀？我家里还炖着豆角呢。炖什么豆角？今天咱俩来可是有任务的。啥任务啊？哎，偷恐龙蛋。动手，动手。2500年偷蛋者，全是偷蛋。
太惨了。可不吗？干啥呀哥？到前面去。我也害怕。快快快！我说你，哥，还有一个有点没死透。哥，你弄死他干啥呀？为民除害。为民除害？为民除害？为民除害？干什么了你？为民除害。你好啊，比你强点啊，滚一边去，干活。真强点儿吗？啊！哎呦我天！这不蛋吗？哎，走呀！哎，什么玩意儿啊？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两个小伙手劲挺大呀！这么做的意思不长记性啊！十面埋伏你看不出来吗？喂，抓你们很久没吃了。不，老困了，转转。哎，咋整啊？被包围了！兄弟啊，见机行事哈！人呢？哥，那个后桥给我踹下来了。我明白你啥意思，吸引他们，对不对？同志们，跟我来！来了来了，我来了。哎，前任他们那不是？去！谁呀？去！哈哈哈哈！大卫贝尔，大卫大。我先说明一下啊，这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全是他说的，我家炖豆角呢，啊，这是正经的啊。再一个，咱们事先定好了吗？我们是你们的自己人，你们是我的自己人，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恐龙人，不是自己人，哥。谢谢我们的。
恐龙自己人哈，对对对对，嗯，这是那个我远方的朋友，在常州恐龙园张谭，张谭，哟，天哪，我的天，哇，第二个陈元，好。第四位鸿飞，在常州恐龙园这样进行在园区里演出的一群人，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可能是我们用嘴，他们用腿啊，这个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有一颗追求喜剧的梦。给大家表演猴拳的这位老师呢，以前最早，对对对，是我那个最早的时候是练习武术啊，练习武术，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幸加入到我们疯狂恐龙的团队，我们呢主要是通过肢体语言去向大家展示喜剧，我们会一直努力，一直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由这个自己人喜剧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好，子欣，子欣，咱那电话，你这子欣，子欣，吴子欣，队长，我在门外面都听着咱办公室电话响了，你为啥不接电话？响了吗？哎呦我天啊，工作太投入太忘我，电话响了根本没听着。四个二，不要，队长，那个欢乐豆没了。子欣，我就发现你就不要个脸，瞪俩眼搁那说瞎话呢，那不斗地主呢吗？你说吧，咋整？这个事扣钱。那我也没说话呢，你说子欣呐，扣钱是小事儿，咱们作为这所学校的保安，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这么的，这个月少扣点，扣一千。主任，扣一千呢？我一个月赚，我才赚1200块钱，你一下扣我1000块钱下去，一下就扣我总数1/5了。不是你那数学咋学的呀？那是1/5吗？那是1/5。你说我一个工资我才1200块钱，然后你扣我1000块钱，一周7天我上5天班，一天我上7-8个小时。队长，不瞒你说，上个月给我逼实在没办法了，我上人小学门口帮人家小孩写作业，最后借了个学生证，然后跑到快餐店买了份快餐，那个快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快餐。不是子欣，那你为啥不帮咱学校学生做兼职呢？咱学校都是高中生，那题也太难了。小郭啊，啊，既然保安这个行业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还要兼职呢？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吧。太感人了，这个月工资不扣了。谢谢队长，从下个月开始扣。你个变态。啥？长得挺帅。
队长来电话了，你坐一会儿，坐，来电话了。喂，你好，我是保安小张，没错，对，好的，马上到。报告队长，学校有一起斗殴事件，我要前去解决。去吧。出来，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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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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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呢？你还知道疼啊？你欺负同学的时候，他们疼不疼？没欺负他们，我跟他们玩呢。哎呦我天，还跟他们玩呢，跟他们玩，有拿这些玩的吗？这啥？锤子，这螺丝刀，扳子，热得快，这都啥啊？你这哪有拿这些？这啥？这啥？葵花宝典啊！这本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还我？不还？还不还？还我？孩子，我是为了你好，你知不知道这本书对人体的杀伤力有多大呀？多大多大的呀？啊！欲练此功，必先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我这本书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个笔记本。哎，不是，还就是个笔记本？你骗得了观众朋友们？你骗得了我吧？还就是个笔记本？谁能相信呢？就是，还真是个笔记本。行，这还你啊，这些东西没收。凭啥？凭啥？来学校带这个对对吗？啊？想要让你妈来取。我妈没时间。哎，我妈还没时间？你妈干啥的？你妈没时间呢？我妈卖冰棍啊。我妈卖冰棍的。就那样，哎呦我天！你说你妈妈卖个冰棍多不容易啊，起早贪黑的。你就说我天天在屋里坐着，我一个月挣1200块钱，你妈能挣多少钱？13000啊！我一周我才工作5天，你妈妈工作几天？3天啊！我一天我才工作7-8个小时，你妈妈工作几个小时？3小时。那你妈的工作缺人吗？问完了是不？问完我走啊！什么玩意儿？站住！你问完，他问完了吗？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马仔。我都臊得慌。哎呦我天，还马仔？同学之间有叫马仔的吗？啊，有这么叫的吗？你给我过去，那小子你给我过来。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马仔。你同学跟他干坏事，你居然帮他放风啊？对呀、啊、他能请我吃饭呢。他能请你吃个快餐吗？他从来不请我吃快餐，他都请我吃海鲜自助。那这事对你不公平啊。他是我马仔，我请他吃饭我乐意。不是，我乐意请他。队长啊，那小子太狠了，你把他灭了，我心梗犯了。好像怎么灭了？哎呦我天，放风那小子给我过来。不是你同学干坏事，你这个旁边看着？对呀、啊，不是你有啥理由那么理直气壮呢？我没理直气壮啊。过来啊！哎，你干什么欺负我的马仔？因为我想当你马仔。啊！哎哎，不要！哎，队长，不是，队长，干啥呢？我们是保安，你干啥呢？小郭，我这叫以退为进，我再上去试试啊！你别了，队长，你再去，我觉得。人县里面啊，我现在上去把他灭了。那小子，你怎么回事啊？你说你妈妈那么不容易，你就不能多关心关心她吗？啊，小红，小红，你怎么回事？妈，又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你咋来了？我咋来了？你老师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被叫到保安室问话。又犯错误了，干啥了你啊？那个，我捋一下人物关系，你是他妈妈吗？对。Hi girl。我是保安小张。你好，你好。你好，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平时你就穿成这样卖冰棍吗？对呀、啊。那13000少了点呀、啊。有道理。你好，我是这里的。他是我们的队长。
干啥呢？啊，你管好他，我现在就把他灭了。去。我想咨询一下，平时你卖冰棍也那么卖吗？就是，走过路过你别错过，这样卖吗？不是啊。那你咋卖的？我一般啊是这么卖的。拿好小气球，谢谢。哎呀，以后欢迎你常来我们学校门口卖冰棍。平时啊，工作忙归忙，赚钱很重要，但是教育孩子更重要，对不对？多花点心思在教育孩子上，好不好？是。来，大公子，站好，多教育教育孩子。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再见。那个，别忘了，我是保安。小张，我记住你了，小张。哎，再见。哎，再见。哎，好。哎呀，这孩子丢三落四，包忘拿了。这样，队长啊，那个你琢磨琢磨吧，下一个事儿，我现在把包给送去啊。队长，你先待着。不是，这样，我这一句话都没说上呢，你等等我。那咱们这个舞台上呢，有一支非常青春的团队啊，并且与自己人的关系呢非常的微妙，就像认识很久的损友一样，会在台上互相呛声，也会在彼此获得好成绩的时候呢真心祝福。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呵呵俱乐部。你好哥啊，干嘛呢？我这不是要面试，我紧张，我练练吗？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你是那国外留学回来的，哥是呢在国内留级出来的，那能一样吗？一会儿我就在你隔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肯定能行。能行吗？肯定行，记住啊，加油加油加油。哎，你快去吧。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气候研究所，面试气候研究员，请坐。谢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的，我叫刘超，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School of Science， 现在是硕士学位。You're there? Yeah. Me too. 师哥。Of course. Nice to meet you. Hey man. Hey man. Stay down. Thank you. 哎，面试的。哎。坐。哎。今天呢，我们要招聘的是一个家禽研究员。你先简单的做下自我介绍。啊，我叫老胡，我来自麻省 似乎大概我今年30了。你今年30了？对。我今年也30。哎呀 ，Me too， 师哥。哎 ，I'm fine。哎哎，干什么？你要有啥想法啊？啊？咱完了再说啊。在来我们这面试之前，有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呢？我做过一年的平面模特。好，特别好。老胡啊，你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曾经做过一年。模特，模特，啊，童装。我先上趟厕所。啊，我去下洗手间，请便，谢谢。哥，怎么样？你说那都是什么呀？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麻省是哪个省？哎呀，哥，你不能全学我，你得学会随机应变。哎呀，我这个人最不会随机应变了。你面试吧，我走。哎，哥，别走啊！你再坚持一会儿。啊、嗯，加油！哎，刘超，你平时除了工作之外，都喜欢做一些什么事儿呢？我除了工作，还是喜欢工作。我喜欢把白天没有研究完的东西，晚上回到家，关起门继续研究。好，特别好。老胡啊，你这平时除了工作之外还喜欢干什么呀？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就是把白天没研究完的鸡鸭鹅狗猫晚上带回家，关起门来一起研究。
啊。我刚才呀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嗯，我发现这么多年你一直是单身是吗？对，情况是这样的，我之前呢有过一次恋爱的经历，但是后来他执意要走，我也就没有挽留，我觉得这一切还是随缘吧。明白。老胡啊，啊，咱们厂子呀一到晚上有这个母猪跳圈啥的，能整明白不？母猪跳圈？嗯，能。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也遇到过一段母猪跳圈的经历。是吗？是是是。啊。那母猪它执意要走，你拦也拦不住，那就一切随缘吧。刘超，嗯，我考核你一下，你给我叙述一下雨水的行程。好的。氧加上氢形成了水，水在空气当中经过加热遇到了冷空气，相遇之后形成了雨水下到地面。好，特别好，请坐。谢谢。老胡啊，哎，你给我谈一谈你对咱们厂子的看法。看法肯定有。嗯，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个厂子怎么能赚钱。哎，好。你开的是个养殖场。对。养的是鸡。嗯，鸡就得下蛋。鸡下完蛋拿什么装呢？啊，你就得装一个这种小盒。哎，哦，这种盒啊，它这一个盒能装两个蛋。老胡啊，太牛了啊。这样你来当厂长好不好？哎呀，我不行，我不行。你有什么不行的？你还没明白吗？你呀先来咱们厂子上班，跟着鸡鸭鹅狗先出感情，你跟着鸡鸭鹅狗出感情，那不就跟咱们厂子出感情了吗？嗯，你跟咱们厂子有感情了，你跟着人不就有感情了吗？那个，我还是上趟厕所吧。我再去趟洗手间，请便。哥，这回怎么样？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好像要让我当厂长。当厂长？这不挺好的吗？好什么呀，我看这样没准还让我倒插门呢。哎呀哥，倒插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当厂长。哎呀，别当不厂长了，那个赶紧来吧，我怕一会儿啊我就走不了了，你赶紧。行，你加油啊哥。哎，刘超，嗯，我们研究所接下来有一个课题是说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你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是这样，随着现代工业呢发展迅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上升，全球呢进入一个温室效应的状态，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人的心情呢也会变得浮躁不安，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别好，特别好，师弟。老胡啊，啊，这鸡蛋产量迟迟上不去是咋回事呢？哼，鸡蛋产量上不去，嗯，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它是什么原因。哎，好。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了，你们养殖场就产生了温室效应。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懂，这个温室效应啊就是让你们厂子这个温度提高了，这个鸡的情绪呢就产生了空洞，母猪它才跳圈。那你怎么安抚这帮畜生的情绪呢？啊，怎么弄？你就要降低你们厂子室内的温度。嗯，你把每个车间安个空调，温度调下来了，大家都凉快了，产量不就提高了吗？哎呀，师弟，恭喜你面试成功。谢谢师哥，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老胡啊，哎，我觉得你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才啊。是吗？欢迎你的到来。哎呀，谢谢谢谢。哥啊，快来，我面试成功了。你呢？我也成功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师哥，将来啊就是我的老板。你好。你好。哎，我也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现在养殖场的厂长，将来有可能是你嫂子。青春是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喜剧呢是踏上了就回不了头的路。
我们也真心祝愿这些年轻人在喜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欢笑吧！青春有更多精彩的团队在等您。